好，大家好。好，那首先有请我们的三组明星制作人，我们五位来跟所有现场的媒体朋友以及线上关注着我们大部分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来。好，大家好，我是吴亦凡，主持。好，欢迎吴亦凡。来，岳哥。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岳，你们今天好吗？谢谢你们来，谢谢。大家好，我是MC哈的岳哥。老谢哥，伟国哥，哦，我是来来来，我们是一组，哦，有设计，好来，没有。啊，大家好，我是张亮子欣，我是胖伟国。好亮亮，其实演唱会是因为沙哑。羞涩。掌声送给五位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又酷又可爱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自我介绍打招呼，一些小的设计，根儿是吗？是一个怎么理解这个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它其实就是一个语气，表达了一种很酷的态度吧。经常会听到大家，我觉得这也是新说唱会带给大家一些潮流的一些热词，大家也可以写起来哈，以后出去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都可以用上。好啦，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已经分享过了，其实现在节目的录制已经过了大半。那就我们三组一共五位明星制作人而言，能不能跟我们来官方剧透一下，在你们的角度出发，你们觉得中国新说唱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新说唱难题，两位，狗哥、岳哥。其实就我们这一组为出发点的话，我觉得我面临到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我们这一次面临到了强大的挑战。哦，对，因为可能之前的我们太强势太顺，然后九强前进，六强三个，最后三强我们第一个第三，所以感觉去年我们是很顺的，而今年目前为止遭受到了强大的挑战，包含吃一拼，你知道吗？吃一拼是怎么回事啊？梦之队都出来，然后邓紫棋的加入，让韦伯那队又更多元化、更有看头。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过我相信明天的录制，我们会翻转所有的结果。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继续的强身下去，对，不能再让你们这样子看衰了。哦，感觉火药味很浓哈。好，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六强九强，有聊到是选手嘛，那大家有没有什么自己印象录制到现在比较印象深刻的选手，可以跟我们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很多很多，像就不一对来讲哈，就是像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个叫纳吾克热，哦，他很厉害 ，Araco 也是非常厉害。Araco 为什么大家可能知道？有看之前的一些活动或是播出的话，可能有一些你知道，就是他之前在某个节目里面好像发生一些事情，他就是卷土重来，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卷土重来，印象非常深刻。OK， 来，吴亦凡。啊，我你只要要说一点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印象比较深刻的都在我们角来说吗？那除了刚刚我们说过的 Rocco 啊，还有纳吾克热之后呢，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全都在我们队了。现在哦，那很幸运，自己印象深刻的选手都挑到了铁队里。OK， 而且其实刚刚凡哥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这次比赛也可以一个女性的视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我们的唯一的女明星制作人，对节目来说你的感受怎么样？录制到现在？我觉得其实我跟韦伯的这个配合呢是非常的完美的，因为我们都是360度男女大包围，所以我们给予 rappers 们的一些帮助呢，可以刚柔并重，对，阴阳协调，感觉到两位很有默契。OK， 好，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选手嘛，其实前几天作为选手在网络上公布名单的时候已经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但其实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因为当时我们北美赛区的优胜者是并没有公布的，所以在这里要问一下我们的吴亦凡制作人了，当时参加了我们这个参与我们北美赛区的选拔，这三位有没有一些关键词一些特征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夸张的，这个，笑的，笑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三个人特点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是一个厨师，然后一个人是设计师，还有一个是会耍武术的啊，会功夫的，这样的三个职业的说唱歌手，对，就比较特别，也是来自不同的职业。谢谢。哎，我终于知道什么词，就是你觉得他说的对，觉得他说的对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哦，我只是随便说一说而已。好。随便的一个很语气的感觉，一种很 hip hop 的感觉。好，那其实能录制到现在，感觉到五位互相开玩笑，但是又互相很有默契。然后这次是分为三个战队在进行我们的中国新说唱节目的录制。既然战队已经组成了，是不是有名字？有名字吗？各自战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剧透前一点。我们是没有什么名字啦，因为我们就是还蛮。很自在的一个团体，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这样子。但是我是印象很深刻，但是 Chris 他们是 Dream Team 这样子。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们就是 Sky Team。哦，为什么呢？为什么想要这样的名字 ？Sky Team 吗？天河联盟。没有，天河基因联盟。对，天河基因联盟。对对对对。哇，头等舱呢！好，还是能其实从这个名字能感觉到这个战队的一个整体的风格哈。那问一下 Chris 好了，你的战队的名字？军警梦之队。梦之队。对对。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就是因为觉得很厉害，很强。一支梦幻强队。对对对对，就是像做梦一样。啊，太强了，不太真实，对，做白日梦，就是。那可以问一下两位，那你们的战队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就攀登，攀登，一路攀登。对，一路向上爬，是这样吗？爬到最顶面。我们不做梦，我们不去天空，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爬到最高点。哎呦，有火药味哦。先需要互呛一下的，对吧？互呛就不行，互呛就不行。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有一点火药味是很好玩的。什么攀登是吧？我们就是你们的悬崖。梦之队，我们是你们的梦夜。哇！三，四。你们叫什么名字啊？你们？我们是天河精英联盟。天河精英联盟，对 ，Sky Team。啊，那让我想一下，这名字不太好记得。天河什么？天河精英联盟。天河精英联盟，发音要标准。我觉得已经没事没事没事。OK， 好，我看好你们，对，我非常看好你们的战队，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吴老师，谢谢谢谢。我觉得吴亦凡制作人刚才那一句吼，已经好像撂完了狠话了。啊，你们叫什么名字？你们名字好像不是太好记。这个已经很狠了，这一句，好吗？好了，能感受到哈，既有互相开玩笑、插科打诨，但是又有一些火药味道当中。我相信这样子录制出来的节目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就等到节目正式上线之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三组文心制作人在节目里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什么样的一个火花。但是说到这儿，其实我知道有关注一下大家最近的一些动态哈，看到月哥跟狗哥去路演了，然后放话说要干掉吴亦凡的战队，你们是有这么回事吗？提那个是好玩嘛，而且我是希望我们制作人之间可以有多一点的火药味跟竞争感，我觉得这个是好玩的，所以我会想要，因为其实去年我们的成绩是蛮好的。所以我们想要保持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当然，尤其今年梦之队确实非常强势，对他们五个队员，然后队友，然后他们的表现其实真的非常强势，包含韦伯子杰战队，我是感觉今年就是我们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所以，可是这种压力就让我们产生一种竞争的感觉，我就这样很爽，就大家各擅擅长来较劲。所以我们会在很多录制的片段也好，采访里面，我们都会讲，我们要干掉吴亦凡，我们要干掉邓超伟。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
有火药味的一个感觉，我喜欢这样的氛围啊。吴亦凡制作人，这波解释你认可吗？天河精英联盟想干掉我们就是做梦。哦，帅哦。每一个战队都一定是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的，因为毕竟每一个编剧都是自己精挑细选非常喜欢的学员，包括自己刚才也提到了说印象很深刻的选手都在自己的战队当中了。那能不能问一下各自战队的杀手锏是什么，能跟我们小小的剧透分享一下？我们有子熙的加入，对不对？所以很开心。然后这次特别因为子熙非常会唱歌，所以这次我们编剧所有选手的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精准的一个Hook 呢，在英文的意思叫勾勾勾死，但是在，你都不想玩吗？来 ，Hook 呢？好像说你们练的 ，Hook 是什么意思？勾勾死的意思，勾还好呢，在音乐里面就是副歌最主要的一个记忆点的一个部分叫 Hook。好了，听到没有？哎，音响放的好不好？来，再一次，再一次。OK, 这是你们的杀手锏，对，分享了一下。好 ，OK, 来，跪。好，我们这边没有杀手锏，因为每个人都是杀手锏。说什么？没有，我完全是，对不起，手机绿。好，来，那每一个人都是杀手锏哈，就是梦之队的一个杀手锏了。所以接下来，天河精英联盟战队。对，我说对了哈，来，杀手锏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真正的强者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OK, 那其实刚刚也一直在聊吧，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热词，包括 hook, 包括歌，能不能预测一下？比如说可以预测一下我们这次的中国新说唱播出之后会诞生哪些热词？你这样真的很容易被粉丝剪成鬼畜。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以上是我的预测，谢谢大家。大家屏幕面前已经录下来了吗？大家都已经录下来了吗？看直播的小伙伴，保留住好吗？刚才那一段 ，OK, 这是我们 Chris 的。那这个狗哥，你们觉得呢？有没有什么说唱文化里的热词可能会在这一次爆火？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可能口头聊天产生一些的词汇，对，我觉得比如像追聘，我觉得就很特别。然后像韦伯子琪那个有一个子琪说的对，我觉得这句也很特别，没错。那我们这组也有一个热狗的小老弟，到时候大家看节目就知道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或效应。就像大家单听可能觉得是什么啊，很平常啊，可是到时候大家看就知道了。对，那我能好奇的问一下，这个大概可能会在前半段还是在后面热狗的小老弟这个词的出现？他已经成为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对，哦 OK, 梦魇哈。好，所以潘帅你觉得呢？都讲完了，都讲完了。Hook 吗？ Hook 对，子琪说的对，是因为其实有些方面。是因为我真的说的对。他真的说的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现在方便剧透点点吗？这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会让子琪先讲，讲完之后我没办法讲了，因为他都讲完了，所以我只好说子琪说的对，也代表了我，也是代表我的观点，对，也好，我就很自在，哎，我很自在。子琪说的对，子琪说的对 ，OK, 好，那其实刚刚能听到这些热词，也是我们节目在录制当中，其实每个词都透露着一个节目录制过程中很有趣的小故事，大家也都可以在节目上线之后去寻找答案，包括子琪说的对，包括哥哥，包括热狗的小老弟会在哪里出现呢？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OK。